人生在经过许多历练后，很多你以为失去的，其实都以某一种形式存在着。最重要的是，不要忘记人生的初衷与对生活的热情，把自己保持在最好的状态，幸福一直都在。这时候的我，如果遇见30岁的自己，会想跟他说什么呢？现在啊，都自己做早餐，这样才能均衡健康。你呀，以前常常不吃，要么就随便买个东西果腹，看看你，身体都搞坏了。大白菜170公克，20卡，坚果5克。有些时候啊，就是要这么精准的掌控，这样要求自己，才能达到你想要的结果。还有啊，只要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真的不用太在意别人的闲言闲语。你看看我，保养得很不错吧？和你差不多呢。